台湾外食商机庞大，吸引许多有意创业民众选择投身餐饮行业。不过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原物料和人事成本不断上升，如何简化管理流程及降低营运成本，成为许多老板的痛点。此外，电商平台的崛起也冲击传统实体店铺的营运，因此如何进行数位化，提供新形态体验及服务，成为创业者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我们发现到的是，消费者对于使用行动支付的模式的比例跟接受度也越来越高，而相对的现金的使用的比例程度是会比较降低一点的。那透过行动支付的方式，它可以做更广泛的去应用，TA 的轮廓描述更清楚。其实现在在所有的平台服务上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大的 database 去对应不同的 device。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消费者的轮廓跟样貌透过这样的模式去串接起来，然后再往后呢，包含这个顾客管理，包含这个 ERP 这个会计账务系统的进销存的管理，全部都可以串接起来。透过这样的模式，我们更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业者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样的模式。随着沟通方式改变，消费者习惯改变，面对消费者要把产品、服务、效率、品质、点餐、结账、行销、数据等多面向的需求做到位，是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由半导体大厂投资的数位集团，看准未来数位时代发展趋势，透过智能零售科技设备的整合，发展智能无人自助服务机台，解决许多老板在经营上所面临的困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助点餐机的机种，从它的外观设计到 UIUX 的规划，都是透过我们的团队一起共同开发测试的。那从前面的界面上面，我们其实追求的是在它的界面理解度上，能够让消费者在30秒内快速完成点餐。从前面来说，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支付方式，以及这边可以拥有店家的轮播广告，再进行语言的选择。那我们开始进入点餐。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内用外带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如果我选择了内用，那基本上这边就会是相关的餐点类型。像套餐部分我们也做好了设定，所以你可以先选主餐，再选择你想要的副餐饮品。当我们确认送出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在购物车上进行变更或是修改，而不需要再回到该品项去做修改，可以更快速的加速它的点餐时间。那我们也有设定好一个优惠券扫描部分，其实可以透过后台很轻易的去产出这样的 QR code， 并且把这样子的优惠讯息或者是搭配店家的行销方案一起来做促销的推广。那在这个支付流程上面，其实店家有相关的设定的支付方式都可以陈列在上面。最主要会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他们的外形吸引我，然后最主要是说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整合在一个设备里面，实际去操作过，我觉得操作起来还蛮就手的。这样设备在点餐的店家会越来越多。那我也跟我客人讲说，今天我教了你，那你下次你到别人家去使用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哦，我觉得这个是大，这种效益是互相会产生的。开店创业的想法一直都在。在2019台北秋季加盟展上，智能餐饮管理系统业者现场举办战术力讲座，邀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讲者与民众分享创业历程，让创业者秉持最初的理想，维持创业的热情。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开店是蛮辛苦的事情。我们找了加盟店的业主，或者是自己已经在开设品牌的业主，或者是未来他想要让他的品牌变成是一个连锁通路的业主，结合这些老板们，把他们创业过程的经验、知识，大家互相的共享，那能够让我们的开店，让我们的理想创造能够更加的成功。好不容易拥有一桶金的可能年轻族群，或是想要二度创业的人，他们有办法用最有效益的方式去经营他们的品牌。一刚开始，你要怎么用比较低的成本达到你想要让这个品牌存活的效益。回顾过往发展轨迹，业者秉持着高标准精神与时俱进，了解投家们的辛苦，协助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现在投家们只需将心思专注在自身产品上，智能无人自助服务机台就像有经验的掌柜一样，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处理店里的大小事。
能够贴近我们的消费者，这件事情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我们推出这样的服务，就是希望说，其实小到小学生，长到长辈们，他们可以减少一些他们在生活上面的麻烦，然后可以透过比如说行动支付，他可以不用带零钱。那透过这样的模式，第一步先把这项的消费群组串联起来，透过这些消费了解到消费者的轮廓。那透过了解的轮廓之后，我们的这些合作的伙伴们更能够对应出服务消费者的产品。那这样子互相的成长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将来的这个整个 service 的话会更紧密的结合。